喂，没关系，你实况打开我，等一下直接跟你讲怎么打鼓的。鼓打？你说从头打吗？对啊，我现在真的是要你重新开始角色啊，因为你拿那个武器之后可以节省你大概后面可能100个小时吧。你原本可能要打100个小时的东西，可能会变成只剩下50个小时。听起来还是很悲惨。OK。好，然后你按一下三角形，应该是三角形吧？三角形是三角形吗？三角形是什么？你的 Y，、你的 Y， 你的 Y，、这个。好，然后你拿这个武器，我教你这武器怎么用。你要按你的 R B 键，按 R B， 按 R B 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 L B 就左，对这个。然后你连续按到没有，按就是你只按一直按一直按。好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的状态是你这个武器能够挥四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玩黑魂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。你在攻击的时候，你要看一下你的体力大概会剩多少，所以你不能一直盲挥。对。对，但是你通常不能这样子把自己的体力挥干，除非你确定你这个挥完之后可以把敌人打死，就是你已经安全了，才会这样做。不然一般不太推荐这样做。通常你可能挥个两下，然后可能，然后这个游戏的攻击啊，它每攻击完之后是可以马上取消掉。其他动作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你挥个一下之后马上按滚。要推方向键，不是单纯后垫步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在玩黑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就是你挥完之后可能马上要闪躲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你要控一点体力，所以你每一次在发动你的进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确保你的体力是充足的。然后你现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，你现在这个体力最多只能让你挥四下。1、2、3。对，那通常不可能你真的挥到四下嘛，所以你就想着你每一轮每次满体力的时候，你会有四个扣打，那你这四个扣打分别要拿来做什么事情？你要稍微分配一下。真的要用脑哎！那你可以去找古达。往前一直往前走，你可以直接跑。你可以直接跑就好。我没有盾牌。对，我可以直接跑。再见了，世界。没有玩这把玩这把武器不需要盾牌。对不起，阿贝亚，抱歉。喝一下水，喝一下，不要，不用，你还有，你还活着的。怎么不打自招了？浪费水吗？是这样啊。对。然后你拔完剑之后，可以马上砍他几下。对，可以先偷，可以偷砍他几下。然后开始回你的体力，回你的体力，不要离他太远，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。太早滚的。这是什么悲惨的回忆啊？没有，他很弱啦，他没那么可怕啦。妈咪啊！他超大的。喝水。再喝喝水。好，近一点，不要 okay, 近一点，滚一下，再滚一下 ，OK， 然后打他一下两下，好，停，停，往前滑，等下停，这样，往前，往前靠近他，不要怕他，不要怕他，再近一点，不要怕他，这是假的，打他，快点打他。喝一下水好了，你喝一下水好了。没有啦，他那个虚，滚一下，打他，不用怕他，砍死他，没有，你最强，快点，我最强，我超强，滚一下啊，我死，我好强啊，耶。
可以了，可以，你看有没有这武器很强？有没有？随便乱挥都快死了。超强的，重来一遍。好，走走走走。OK OK OK， 我最强，我最强，我最强，我超强了。你要往前，他会跳，他会跳，小心他会跳。OK， 没事，滚。滚。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好听，太多了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啊！玩错了，玩错了，玩错了，玩错了。老师，我就是这样子度过五个半小时的。没有没有，你要冷静，你要冷静。我要冷静。对，你要冷静，我要冷静。我要冷静。对，不能一次按到完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办法？你有办法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？可以，就是攻击，然后我那我等一下只会跟你讲攻那个攻击，然后滚喝水。好，对，好，攻击滚喝水。对 对, 對，啊，我是说打一下打两下这样好了。对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办到。好 ，OK， 好。我他不行，聊天室，如果有人鼓励的话，我可以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来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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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，滚，啊，来不及了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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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啊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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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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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再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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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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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，再滚，滚，打他，好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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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你按一下 Y， 按一下 Y， 你的手按一下 Y， 好好，打他，好，停停停停停停，再往后，再往后，停滚，要准备要滚了，准备要滚，要准备了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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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，打他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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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，啊，没有，后退，往前往前往前，快点，现在趁现在。打他打他打快快快快快快！不是你要按到歪的，你又变成单手吃了，你再按一次歪，先往后先往后，先按一下歪。喝水 ，OK。好，往前往前。好，往前往前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按一次歪，按一次歪。再来一次歪。好，先后退后退后退，然后往前。往前不是叫你横移，往前打他打。好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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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。往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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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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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要滚哦，准备，准备，滚！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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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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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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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啊，来，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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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砍死他，砍死他，砍死他，砍死他！不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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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四加一到底！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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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鬼、欸！先点个火吧。点点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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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火要点。点起来，点起来，然后呢？忘记了。哎、欸，你先做火，先做火。你先把那个。我做火，它会回来吗？对，会。做没有没有没有，做火你的那个元素瓶才会回来。做火。好好，先理。不会的，不会 ，boss 不会，不要怕，不会。孤单没有。五分钟打约五小时的进度。面具，然后你现在沿着他那个路直接直冲到底，对，去你去，这里没什么好，这里没什么好拿的，不用，右边一点，你有看到，你有没有看左边，有看到这条路有没有？然后再往左，左边，然后看到岔路之后往左，然后往前，对，跑步，然后右转。右转，不要紧张，左，你要看到那个洞，要看到不是，
又看到那个门，对对，那个我们要进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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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。OK OK OK OK， 然后呢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？然后，然后，对对，然后把那个你刚刚打完古代那个东西插进去，快点，进去，快点进去。OK， 然后快点找美女讲话，找美先，哎，等我想一下，OK， 找美女讲话。好，美女 ，Welcome to the bomb。然后升级。好，然后我需要你做个笔记。等下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玩这个游戏啊，你有。算有三个东西要点，你的生命力、持久力跟你的敏捷。然后你生命力先全点生命力好了。你之后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生命力，不是？你先等我讲完。你的升级的那个生命力要点到最少27，敏捷点到40，持久力点到19。等一下，我做笔记，我写下来。等我一下。我先拿起我的小笔笔，然后等到你，然后等到你这三个东西点完之后，你可以斟酌你的情况，把生命力点到40，或者是再把敏捷点到60，看你，对，就这样。那我的力气嘞？都不用，对。所以我刚才是全部浪费去点那个该死的力气。不用，就这样就好。好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你接下来你在这个游戏里面要找几个很重要的道具。第一个叫蟹形石，你蟹形石有那种什么蟹形石、大型蟹形石、线形石头跟蟹形石圆盘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要把你把这个武器用到加死的强化。哦，对，刚刚有捡到几块。对，然后这之后你在玩这个游戏会慢慢捡到。然后第二个你要捡的东西叫锋利宝石，然后锋利宝石是能够把你把这个武器的补正变高的一个道具，然后它需要配一个东西叫法兰鱼镜，最后一个东西叫那个，那个盾牌叫什么？草纹盾，对，草纹盾在那个伐硕森林会捡到，在一个螃蟹的后面。反正什么宝石，然后鱼镜跟草盾。对，法兰鱼镜。法兰。法是法国的法，法国的法。没关系，我全部写注音了。好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啊，还有那个啦，还有那个可以强化元素瓶，那个不知道叫什么，有点忘记了。对，可以强化元素瓶的那个。该奎西跟我说，那个可以强化。还有那个骨灰。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强化元素瓶那个道具，你要找一下，对，呀，好啊就这样子啊，剩下你就可以再重新再走到那个，要重新走回去找那个臭屁蛋，我已经完全忘记他在哪里了，我跟你讲我会找到的，没事，我跟你说这把武器全新体验，不要怕。OK， 不要怕。你现在你是这里对不对？对，今非昔比，你不要怕。今非昔比。对，现在你超强。好，我超强。对。好，我超酷，我酷爆了。啊？我在哪？好了，我会带路，你往前走。好。那往前走，然后那边有个火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。对。好痛！哦，没有痛。然后，不用，往后看，往前，对，往左，那边是右边，走，你左右不分啊！又，然后这个白色这条路大路直接直走下去，快点，往又用跑的，快点，我可以用跑的，鸡大兵，他敢偷了，快点跳下去那边有个洞，下去，这边，这边有个龙，我知道，右转，对，然后左转，直冲到底，冲，快，右边，冲，靠右，那边请你滚，靠右，然后靠左，好。滚，快点！一直滚，喝一下水，快喝一下水。
啊，好，可以直接进去，可以直接进去，随便你，随便你，随便你，能进去就好。随便你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然后往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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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看到那个楼梯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我记得了。然后往左，赶快去点个火，去点个火，去点个火。点个火，点不了，点不了。啊，不要，我跟你说，按暂停，按暂停，然后直接把这个游戏关掉，快点，现在马上。慢慢来，快点。不是，结束游戏，快点。哎呀。你太慢了！我找不到暂停游戏怎么按呀、啊？再一次，左边，没有左边，快点，再一次，重来一次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啊、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按到 Y， 你 Y 再按一次，你有时候会把那个，你有时候会把这个你的武器就是变成单手，啊、对，啊、你有。你以后要检查一下，要确定一下自己的那个手是不是拿着两把弯刀的。啊，你又按到一次，你干嘛一直要没事要按歪啦？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干嘛？啊！能往左靠。啊，痛痛！呜！那找大哥，找大哥。啊，等大哥出来。OK， 等大哥出来这。呜！妈！往右往上，然后。然后打开你的选单，把游戏给关掉。关闭游戏，快点。慢慢来。结束游戏。对。OK。不行，这太紧张，我要去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。30秒。我发疯。Continue。 没错，你会发现没有你，你发现你就会发现你可以点那个火了。哦，哎、啊，那你这个地方先往前，你先把那个绿色捡起来。对，这是你刚刚死掉的时候的钱。然后往右看，然后你看那边亮亮的，把它捡起来。捡起来。是那个。哦。然后点火。这个是念什么？谢啊。对，就是谢行石。哦、OK， 坐一下火。好，然后这样，这个楼梯之后下去，楼梯之后下去，左转，然后会看到一个小楼，看到一个小梯子，然后爬上去。啊，这里，然后嘞？左转，靠，摸着墙壁左边走。不用这么老实，就是有个样子就好。哎、欸欸，不对，有哎、欸，后面，你看有看到对不对？哎、欸、啊，他是要下去。啊！下去，然后看到那个洞，那、欸、不是洞，是门，往前，跳下去，跳下去，直接跳下去。对，好，然后再往右，往靠右。好，下跳下来。对，直接跳，好，停。然后，往你那中间那个洞，那边直接下去，中间那个洞。这个是吗？对，然后往右，好。往右，剪一下。哎、欸，哦，这没什么用。哎、欸，你帮我看一下往，你帮我看一下下面的路好不好？我记得它下面有一个那个木质的那个屋檐，你看一下，有一个屋顶。应该就是刚刚。不是，还有没有？就像这个地方往下，你往下看，你是要往下看的。再往下，调一下角度。我记得有一个平台。再往下，啊，没事，喝水，然后喝水，然后往直冲，不要怕。啊，没事，这边也可以绕，对，让它迂回好，然后往前，往前，好往前，
然后往右转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楼梯，看到楼梯上去，在楼梯上去，对，一直冲，不要停，喝水，喝水，对，好，往前，滚一下，没，不要把再踩那个上楼梯上电梯，不是，停，你不要。我发疯。对不起。没事，再重走一下，跑掉。然后右转。右转。然后右边走，然后那你边往那个电梯那个地方走的时候边，我想一下，你先走到里面，然后靠，然后走到里面之后靠墙面，然后不用。我捡了。哎，不要，别小心。不是你刚刚那个拉过，没有，你要先听我笑，你不要自己跳下去。OK。等一下，那个门为什么那个电梯不在那？是因为你刚刚把它踩上去了。哈？他会记得上一次？会。你等一下进去那个电梯房之后，再把游戏关掉，然后再重进来一次。对。好。就一样的操作流程，再一次。啊！进去，然后靠右，把游戏关掉，关，是，哇，我要死掉了，这个游戏怎么会这样啊？还是王打我的时候，我快死的时候，我就游戏关掉啊？不行，你要重打。好，然后你仔细看那个电梯，它那边有个拉杆，有没有把它拉下去啊？不要摔下去了。好，我等一下，然后你等一下，然后你等一下，就是踩电梯，就是这个面向，你这样子走进去电梯有没有？你等一下上去之后，你会看到前面有一个楼梯，它是斜的，所以你要往右边上去。好，往右边上去。好，你鼻视角不要动。对啦，我乖乖喝水。先喝个水，要，等一下它会一直怪物，你要赶快跑。好，直接开门就好，直接开门。哦，那我记错了，直接开门，然后直接右转。右转，然后右转，不是，我记错，刚这边，直接走上楼梯啊，对啊，是这边，然后往后走，是往后吗？往后，后在哪？我已经，对，然后点火，去做火，我已经，没关系，打他们，我打不赢。喝水 ，OK 啊，好，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原路回去，你可以搭着刚刚那个电梯，你刚刚来的那个电梯，然后回去，这个是捷径。啊，完了，我已经忘记原路在哪了，我该怎么上来的？你有看到那个大楼梯吗？啊、对，往那个地方下去。啊，这里。对。好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你之后要踩这种走这种捷径电梯的时候，要有个习惯，你搭完之后要再把电梯再踩一下，然后让它上去。啊！对，然后好，对，然后往前，一直往前，快点，勇敢的往前，小心，躲过它，躲不过了。砍它，那就砍它，砍它，砍。对，然后好，往前。然后嘞？往前。对。一直往前，然后你快要没体力的时候，记得回一下，一直往前，往前。哎，然后下楼梯，然后再往前。OK。往右，从他右边过去。不是，你要先解任务，你要先。我要去解任务。你要先进去那个前面那个教堂。他是骑士哥哥，完了。我讨厌那只臭屁股蛋！我要先解任务，我没有直接去揍他、哦。不行！你没有拿到那个旗子之前，他不会出来。好，没有拿到旗子之前，走错路了，走错了。一直往前，直观往前。你没有这个选项，你好，好，往前往前。你有看到那个教堂吗？进去，对。躲一下。躲一下。要按滚，不要什么都不按。对。躲一下。往前。躲一下。然后呢？
然后跟那个老太婆讲话。老太婆，哦，不是，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I am Emma, High Priestess. Allow me. You will. They have to let you. 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看不懂。OK， 耶、yeah。 然后嘞？再讲一次话吧。我记得好像再讲一次话，好像会拿东西，我有点忘记了。OK， 我给我一个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、oh, ，OK， 好、啊，没事，好、啊，没事，没事。那就那你现在就是面对门，然后直接直冲啊！可以喝个水。对，好，直冲，直直的冲哦，直直的冲。然后看到对手，然后看到敌人要打你的时候，记得按一下滚。哎、欸，他没有，他不讲武德。我跟你讲，他真的不讲武德。直冲，直冲，我真的，真的没有。真的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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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没有。OK， OK， 好好，好好，好好。砍他！我可以砍干那个老太婆吗？可以，但是没必要。他会揍我吗？不会，会有一只王出来。啊！但是这是蛮后面的王。啊！啊这动画不用看了。往前。往前。对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！大家肚子下，大家肚子下，滚一下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停，停，停！不要动，再往他肚子底下，不要离他太远，要贴在他肚子底下，滚，再滚，打他。好，停停停停停，往前贴着他，贴着他，贴着他肚肚，贴着他肚子，贴着他肚子。好，打他。停停停停停，再往前。停停停停停停，滚。啊！他绿炮，我的绿炮。要。要打他往里面滚，不能往外滚。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喝水，喝水，先喝水，先喝水。往前滚，准备要准备滚了，要准备滚。喂，打他。停停停停停停停！好，你先远离他，你先远离他，他等下会冲三次，你要躲三次。滚！哎、欸，没有看到。OK， 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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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他！一直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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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砍。好，喝个水，喝个水，喝个水。喝个水。啊，妈妈！打他，打他，先打他，先打他，快点，打他！停停停停停。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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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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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他！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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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打！停停停停停停停！等等等等等等！再往前，往前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不要往后，往前，只能往前，不能往后。这游戏最忌讳的是往后，往前，往前，继续往前。先回下体力，先回下体力。我没有体力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输吗？就是因为你刚刚多了两个后补，不然他都死。是是对你不能往后滚，打这次不能往后滚。啊！我就差一点点，我觉得这次一定会打死他的。不会吧？算了啊！下次，一手，一手。啊！好，我去死，我去死，再见。我刚才有去看你的 YT 影片，然后意识到了看你的 YT 影片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因为你不够冷静，下去之后要滚下去，哎、欸、啊，你等下跑上来，然后往然后再往前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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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屁啦！没关系，就给他打吧。哦。好像不是给他打的问题了。踩个电梯，喝个往前，先往前啊，先跑到没人的地方，先跑到没人的地方，然后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哦，三瓶水，三瓶水，三瓶水可以吧？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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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怕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对对对，打他，好，停停停，你没体力了，你没体力了，往前往前就好，滚，啊，先回个体力，回个体力，好，回个体力，回个体力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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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乱挥，你不要瞎挥，啊，
我先往前再挥，好打哈打哈，好停停停，控控一下体力，往前再往前再往前，滚，对对对，然后再打哈，好再好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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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再往前再往前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痛不痛不痛，不痛不痛，打哈打哈打哈，再打哈再打哈，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，喝一下水喝一下水，喝下水，好不要打哈了不要打哈，要滚三次哦，滚，然后还一次。啊，没事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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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往前，贴着他，贴着他，赶快用跑的，用跑的。你按下 Y， 你的 Y 又消失了。按下 Y， 按下 Y， 不要再挥了。按了，我按了，我按了。你没有，有了，会下水，会下水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麦克跑了。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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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。喝水喝水喝水，他那个进第二阶段之后，他那个抬的手抬很高，那个你要自己默念一下。啊！痛痛痛痛痛！喝水喝水，先喝水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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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哦，这个就是那个要很大力的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为什么会冻伤啊？他在做了啥？我为什么冻？我怎么？哦，他是个干逼屁股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是个干逼屁股，可是这个干逼屁股就揍我了没？啊？停！打他，打他，再打他，再打他，停停停，准备三下，一，再往前，准备在这蓄力哦。啊，对，往前。哦。啊，我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他这个，没关系，换个方法好了。他刚刚在大叫的时候，你站在他面前，然后稍微离他有点距离好了。你说第二次吗？还是他不是要进第二阶段的时候他会大吼吗？你要站在他面前，然后离他一段距离，让他冲完那三次。打哈，再打哈，再打哈。哎、欸，往前，先往前，体力往前。喝水，先喝水。好，先喝水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好，拜托了，拜托。你被打的，你被打到的时候，还是能按翻滚，就是能取消他的那个印子，就是你不会。比方说，你刚刚不是有一次被他推倒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可以按翻滚，你不用让你的角色自己慢慢爬起来，直接走进去就好，只是他攻击他第一阶段攻击判定没那么强。体力往前。啊！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我们不痛不痛不痛。啊！往前再往前。体力，体力，你的体力，你的体力。小心三下，体力先回满，这是第一下，这是第一下，第二下，啊、还有一次。太近了。好，先喝水，往他肚子，往他肚子。好，往后一点，先往后一点，先往后一点，先往后一点。好，先往后一点。啊，这往后好像很糟哦。好，往前，再往前。打哈，往前往前往前，往后滚，先往后，快闪快闪快闪，好，喝水喝水，先喝水，喝水喝水，再往前往前滚，打哈打哈，直接打底直接打底直接打底，哦他第二下第二下，喝水先喝水先喝水，小心躲完这个躲完这个要打哈，还有一下。打他，直接打他，快快快砍！不要再滚了，不要再滚了。啊！啊！
谢谢媳妇。记得先回去找那个美女，先把那个魂花一花。谢谢你，我要回去拿我先点。我先点，我等一下，我先去找美女。我以为我今天要打到六点了。啊，你刚刚那个地方全部略过，要重新回去探索呢。你要拿，你要，嘿，你说。我要先点哪个、啊？先点生命力吧。对啊，就先点生命啊。然后啊，你先按确定。然后你打完 boss 啊，会有 boss 的灵魂，然后把那个灵魂直接捏掉，没关系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对，捏掉。捏。对，捏掉。捏。对，这样捏掉，你看，然后捏掉，好，然后再去升级。我好有钱哦！天哪。反正你就先生命先点到25就对了。好，点到25。对，点到25再去点那个敏捷。你这个游戏已经不需要我刚刚跟你讲的之外的其他东西了，这已经是帮你把难度优就是简化到最简单的了。天哪，谢谢媳妇，你是神。没有，我只是玩的比较久而已。感谢你。